慈济美国圣谷爱满地联络处癌友会今天没有医疗讲座，改跳舞。今天来癌友会感受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是动态的，所以老师带我们跳舞，让我们大家都动起来，跳完满身大汗，身心舒畅。指导社交舞的老师是一对夫妻档，太太李建文，舞步看似些许不自然，这是因为她曾经跌成重伤，下半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靠意志力和复健重新站起。跳舞的人比普通人看起来比较年轻的，所以跳舞不但指我们的身体好，还有我们对人也是比较温和。年近八十，走出病痛，用自身例子鼓励癌友舞出健康与活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宗珍、曾永忠、马嘉瑞，美国报道。一人一善，远离。